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你即马所看的节目是《台湾钓鱼佬》，我的钓点无几个，拢为岸边在钓鱼。钓鱼真趣味，恁敢知影倒位有鱼啊好钓？本节目只加减看啦嘿。我的钓法真简单，珍珠钩与鱼皮钩钓法。啊，若有兴趣，再来加减学啦嘿。珍珠鱼皮钩钓红沙，实战经验，请大家继续看落去。高里头，可以，啊、哦，这边还是有鱼啊，石木鱼的兄弟，好啊，你没有，嗯，来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石木鱼的兄弟的乌仔。苦啊，小苦啊了，南尾巴了，来，南尾巴小苦啊，吃一笔的人。我放两只落啦，两米高，两米高啊！你看看呐、啊，你看看呐、啊，会不会得分呢？我们继续给他看下去了。啊！太小只了，哦，太小了。会不会得分呢？继续给他看下去。你看呐、啊，谁的石木鱼啊？哪里钓的？钓、哦、
海边钓的啦。你这个新手诈骗集团你也会嘞？实习生的哇，真厉害，真厉害。是猪猪的，是诈骗。对分，石木鱼的朋友了，叫乌鱼啊。哪里钓？海边钓啊。哇，脱钩了，自动脱钩了。哪里钓的了？海边钓啊。哇，海苦花。哪里钓的？海钓，海钓，是海钓，海边钓啊。
哪里钓的啦？海底钓的啦。海边钓了。哦，这只海边钓了。啊，这边还有一只啊，这里钓了。哇，红沙大军跑进来了。嗯。勾到屁股。哪边钓了？海边钓的啦。猫捉老鼠，你不抓老鼠，你来这里抓鱼，啊？